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Tegro， 我是 Tommy。 那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台北市的101四楼都会广场。旁边的景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我在三星的活动。那这次活动是什么呢？是明天，那可以让观众来这里体验一下三星最新的手机，他们的 S7 跟 S7edge。那体验呢，不止这两个手机可以体验到，可以体验他们其他全新的产品，像他们三星的 Gear 360、Gear S2， 以及他们的体验广场，还有体验我们的夜景模式。夜景模式是因为他们这些他们的主打就是说他们的夜景呢，这次比的 iPhone 6 S Plus 更好。那我们来这样，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，可以实际到，可以感觉到这个。那 Gear 360里大家也知道，就叫我们可以照个圆圈圈的镜头，一个小圆圈的可爱的，可以把全部的场景给照起来，啊，这也是非常酷的。后面呢，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4D 体验区，就是你带的 Gear VR， 你可以体验的 4D 的整个椅子会摇动，然后大家看到那个快感。那他们刚刚之前有评测过 Gear VR， 那没有像它那么厉害，那我也希望观众们等下来实验一下，那常用后来告诉我是怎么样。好。那我今天的嘞 Gear 的这个 Samsung 的这个活动的介绍到此为止。那大家有什么兴趣可以下面留言。那他们还是等一下会有下部影片呢，就来体验一下 Gear 7跟 Gear 7 Edge 到底厉不厉害嘞？我们来看下去吧。